大家好，这里是极乐酷评，这个节目就两分钟带你玩遍各种新奇硬件。无论你是在北上广深还是在乡下的农村，各种小电摩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，有这样的还有这样的。今天介绍的有可能是你们见过最酷的电动摩托车了，这辆收口锂电跨骑车，无论是拉风的造型还是这沉甸甸的手感，都跟我们印象中的电摩不太一样。除了轮子上面这个电机有点出卖了它是电动车的身份，只有拉风的造型是不够的，车辆启动的方式也同样潇洒，优雅地摸出口袋里面的钥匙，按下这个解锁键，骑上车轻轻地按一下启动，伴随着科幻的启动音乐，然后就可以随意地享受妹子们崇拜的目光吧。这车在动力上也不含糊，有三个档位，分别对应着20公里、40公里、60公里每小时。开到最大档，路面上普通的电摩基本上你都可以轻松秒杀了，而前后赛车级别的碟刹和 EABS 电子刹车辅助系统能让你快速刹车应对突发的情况，充满一次电的续航最大可以达到100公里，不满足的话还可以加多一块电池进去，达到双倍的续航能力。当然了，这也是一辆能连接 APP 的摩托车， APP 除了能查看车的状态，远程进行上锁解锁之外，还能追踪车辆进行防盗，毕竟这么帅的车放在哪里都是危险的。如果你需要一辆城市代步的电摩，并且希望可以像骑哈雷一样，赶紧扫描二维码上车吧，或者在各大 APP 市场搜索 OKEY 下载我们的 APP， 里面还有更多新奇好玩的产品在等着你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